大家好，我是珍妮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将为您分享如何使用空气炸锅制作外酥里嫩、健康美味的无油炸茄盒。需要的原料有：长茄子350克、肉馅200克、海苔、盐、黑胡椒粉、生抽、淀粉、鸡蛋、酥肉粉、白芝麻。原料准备好，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具体的制作方法吧。准备两根长茄子，总重约350克，洗净后削去茄子皮。将茄子切成厚片，注意在中间切一刀，但不要切断，这样就可以轻松地将肉馅加入其中。接下来准备200克肉馅，另外准备一些海苔，提前将海苔揉碎，把海苔碎加到肉馅里。依次加入适量的黑胡椒粉、盐、生抽和淀粉，把肉馅与调料充分混合均匀。打两个鸡蛋，加入适量黑胡椒粉，再加入20克酥肉粉，随后一起打成蛋糊备用。将肉馅填入切好的茄子片之间，把填好肉馅的茄子片裹上一层蛋糊，均匀码放到空气炸锅的烤网上。空气炸锅时间设定为20分钟，温度设定200摄氏度。烘烤10分钟，将茄盒翻面，再在茄盒上撒上一层白芝麻。将烤杯放回空气炸锅，继续烘烤10分钟，就可以出锅了。茄盒做好了，品尝一下吧。外皮酥脆，带着芝麻的清香，里面的肉馅软嫩，夹带着海苔的鲜香。这是一道制作简单的健康美食，非常值得为家人烹饪一同品尝。感谢您看到节目最后，如果您有什么建议，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，也希望您能订阅我的频道，期待与您在下一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